五万人还嫌少了，没见到后面排队的吗？连数字都没有。来下一位。我见着过，但是才把我照相呢，我头次看见。哎呀，老铁们，今天你们表演快手上面最火的人体蜈蚣术，是不是很牛逼？快快，我那个棒子都顶不住了，你们能不能快一点呢？老铁们，现在快手上偷拍西瓜的，偷拍榴莲的，今天我给你来个绝活，偷拍酸薯。老铁呀，今天就不给你们拍什么搞笑段子了，就给你们来个地头碗蒸鱼了。他妈的酒又在那里吹牛逼。那兄弟是什么？哎，小心！怎么开枪的你啊？老铁，你们都是我飘的，不买飞桶的，今天拍给你们看。Yeah!